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继续我们的邪灵入侵上一集第六章，我们这一次第七章啊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 ，Go！ 到底有几个章节呢？啊，第七章保管者啊，我们直接进入了这个教堂哈。啊，我们好像逃离了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上一集有各位，我这边先跟各位讲一下哈，上一集好像有两个动画，我不小心按到跳过，所以说有点不太了解那两个动画剧情是在演什么啊？那个我不知道什么我记得我没有按什么东西啊，他就直接跳过动画了啊。就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啊，如果想要自行去补足的话呢，只能看别人的影片咯啊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啦。那我们继续吧 ，Go！ 啊，我们到了教堂之后呢，不知道是要干嘛，反正就是要来这边就对了。哦，然后我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That sounded close. 听起来很近。没事的，我来这里，谁也抓不到你。好恐怖的声音哦，在下面吧。You have to stay with me. There's no other way. 哦，那个女的跟着他嘛，我还记得。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地图碎片残骸。好，我们稍微这周遭搜寻一下，看有没有可用的道具之类的、啊。好，然后他好像快往生了这样。Hey, Joseph, you still with me? 你还清醒吗？哎呦，子弹啊，不是子弹，有火把，烧毁。啊，蓝血的宝剑涂抹洁净，烧毁。今天不是五倍吗？啊，虽然是老梗，但还是万用啊。啊，超级万用。好了，这边只有这两个子弹的弹盒没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 ？Sebastian， 完蛋了 ！Boss 战 ，had the urge to just jump， 往下跳的冲动吗 ？When you're on a high place， 完了，这个想轻生了。地铁开过。Imagine if you had that urge for a minute straight。哦、所以说他是一直被洗脑到想要自杀，然后再来两分钟，越来越久。克制他。You're not listening. 完蛋了。I'm not worried about stopping it, Seb. 赛博。I'm worried about not wanting to stop. 担心的是不想克制。他现在有点不想克制了吧 ？Some part of me wants to turn.Why? And I can't reason it away. It's deeper than that. 太复杂了。It's like instinct. 像是种本能。And it's getting stronger. 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变态，变态，完全变态。Hold on. 打针 ，Hold down.啊、毒品，毒品，加了五公克海洛因给你了，你应该没事。那我自己要多擦一点。我也开始被洗脑了。他来了，他来控制我了。哇，我飞起来了 ！Oh my god， 飞高高呢。啊，现在整个世界都无重力状态吗？哇，这无重力看起来好酷哦 ！No！ 哇哇哇哇！等等，为什么？连整个那个世界都倾斜了。我感觉就像是在这个人的游戏里面，他想怎样就怎样。你看，我现在到了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了。然后我们跟那个乔瑟夫啊。跟乔瑟夫脱离了，离队了，离队了，脱队了，脱队了。好吧，既然都脱队了，我也只能就是自己想办法咯。300，这边有存档点是不是 ？Hey man， 是否安好？我看到子弹了。Hugh。捡东西时间哈 ，Hugh，
U， 哎，还有老鼠。哎，这么一个，所以啦，加三把也爽。还有吗？哦，两百。勤俭持家的好男人，好不好？多捡一点，总有一天我买得起房子的。虽然在台北有点不太可能啊，不过呢，在游戏里或许可以吧。啊，一定要这么的卑微吗？只能在游戏里面买房子。我觉得我还是活在游戏里面好了。Fuck， 差一点，还好我机智，把你给拆了。哎呦，差一点。耶、yeah, ，有这个零件了，不过才加二而已，好像不太能够做什么。这个说真的，这个做这个弓箭的这个零件真的还蛮少的，而且它一次要耗费就非常的多。我是觉得有点太那个，等一下我要不要上去啊？我觉得上去的 BOSS 战来、欸，我们还是看一下这边好了。这边是走上来，我就走上去好了。其实我很怕走错路，你知道吗？黑棉。原来这是一具尸体。好的，哦，有零件，太好了，加二。现在才四格而已，完全是不够用的。我敲。哦，我在看那个上一节留言呢，有观众说，等一下就要打 BOSS 了吧？什么保险柜人哦，保险柜 BOSS 啊？啊，说他好像是。他好像不是用杀死的，他好像是用机关解决掉的样子吧？好吧，试试看就知道啦。我听到声音了啦，大哥，请你不要这样，我把灯关了。上面有一只，然后门那边也有站一只，擅长暗杀的好朋友呢？这个要怎么解决啊？说真的，我来看看哦。我来看看，我觉得爆炸剑超好用的，说只能做一只、啊，为什么只能做一只？下面可以做两只，这样我这样看不到，真麻烦。那家伙又不走过来，这到底要怎么打、啊？闪光闪瞎他们的狗眼！然后再直接冲过去硬敲，霸王硬上钩，这样会比较好的。我不知道我这样会不会被发现，说真的。Hello， 我只是一个会移动的墙壁，好吗？哇！你们怎么发现我了？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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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好吃，我不好吃。You will die。哼，高手是吧？哦，他竟然没看到我，我可以暗杀他。None， 啊 ！You will die。其实还蛮恐怖的，说真的，惊惊。还好他还我散弹枪，这个就不用放火了吧？哦，子弹盒啊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大补哎、欸！为什么不能捡？哇，他跳进来捡了、啊，加一千，真麻烦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个呢，可以把它推开吗？不行，这只能爬上来。好，一个大跳这样子。这是狙击枪的子弹是吧？对，没有错。好不，麻烦。好喽，继续往前。不要吓我、哦，拜托，求你了。检查一下，是干嘛的？好像还要探险。Looks loose， 看起来很松动。哦，哦哦，老旧石板，某种钥匙似的。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惊死哦！水哦，水哦。这个是，这是干嘛啦、
一把钥匙。哦，就为了一把钥匙，地下墓穴金属的敲钟声、敲击声，他来了，救命！感觉他被追杀的样子。这不能打，我打。嘿，嫩。所以说我到底要不要往前面走啊？我觉得走那里不是很安全，我宁愿走这里。直接来个存档。我要不要往下走呢？干，我不管了。我决定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大哥，您这样不好吧？怎么门关了？好吧，我看来我只能顺着往下走了。我的天啊！这原来这才是 BOSS 战啊 ！Oh shit! Oh shit! 我回不去了、欸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没办法回去了，表示难过。再做一支爆炸箭矢，好用。开始。开打咯，他把门关起来了，我也没办法进去啊。这是到底要怎么解？哦，这里有存档点，我可以先来存个档吧。又是我的日记。容易担心，我懂。快开门，不要废话这么多。我要去开钥匙，应该是走这边吧？没有错，随便找一扇门开。感觉好像不能开上面，上面可以开。哎、欸，这个我没拿，我来开上面这一扇门好了。啊，手雷啊、哦，烂死了！我还有一把钥匙是吧？这是什么？嗯，哦，闪光弹子弹啊，已经满了。然后地图的部分的话是这边嘛，还没有全部收集完全。地图感觉还蛮多东西要收集的，我搞不好破关还收集不完呢、欸。我们先去学一下技能，8500。8500，有人说升近战伤害的话也不错啦。好吧，我们来升一下近战伤害。啊，近战伤害升高一点，可以省子弹啦、啊。就这样省子弹吧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走，哎、欸，忘记存档，还好，还好哦，还好我想起来了，不然等一下没存档。保管者，这个游戏到底有几张啊？其实我是还蛮想快点把这游戏完结，不然真的浪费时间。来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有27发子弹哦，不要让我升77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窘境卡在这里，是这样啊，把石板放上去啦，可是我只有一块。It fits.啊，不对啊，放了它就会动了嘛。哦，动另外一边，左边跟右边再拿一块石板是吧？感觉并不容易呢，说真的。好吧，我先走这里好了。哎呀，这是三小，毒气吗？好吧，这一看就是把它关起来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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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关的好啊！好，这是一个补血用的。哼！告诉你，我可是很凶残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一点也不凶残。我可以下班了吗？射你哦！哎呦喂呀、啊！
哇，没死。不要！我怕怕。我的嘞！哦呦喂呀、啊，这样不太好吧，各位？不要！死呢！刚刚那个陷阱会把我弄死啊！哎、欸，还没死啊，这么强啊！死一死好不好？都给你爆头了还不死？这样我可以进去了吧？哦，把这个打爆我就能进来了。骑行台，哦，各种哎、欸。危险！Hello， 有没有陷阱来着啦？我觉得我还是小心为妙、啊。斧头，妈的，斧头帮我告诉你，别小看我哦，这把你给劈爆！我告诉你，爬嘞！我靠，这里就三只了。不要喷那种奇怪的毒液，烧死你们再说。我靠，这边也太多了吧！我看一下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啊。哇，大哥不要丢，扔 ，yes， 就是这速度，有没有？超强！哎、欸、呦，那个斧头，捡一下斧头。哎呦，这边看起来怪怪的。嗯哼，可以打一下针了。所以说这里真的没什么哎、欸。我靠，陷阱啊！我现在才发现哎、欸。哇，好恐怖哦！啊，不就好加在它没有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口而已，我在讲啥？语无伦次了啦，我已经语无伦次了。我们现在几个材料啦，六个。我们可以多做一下闪电剑，可以，闪电剑好用。平均制作，对彼此都是好事啊。这个是干嘛的？啊！抱歉，我错了。这是洗心台。哦，然后这个是……哎呦哎呀，这么凶哦！哎、欸，啊，这个呢？这可以解吗？它这会动哎、欸！哇，我的斧头不见了。这个头不能用啊，算我就跳下去好了。看，好难哦，这游戏，人生好难啊！啊，产生幻觉啦！不要！啊，你刚刚不是一颗头而已，你现在会动了！哎呀，你把我关起来是怎样？啊，完了，会死人！快，把它转一转，趁现在还没有被毒死之前。快点！好，感觉好像还不够、哦，还有其他地方要关，还有哪里要关？哇！别这样子，有话好说。来，我要关这个，别来哈，我已经把你烧死了。
手酸。Yes， 结束。啊 ，OK， 非常好。这里没东西啊、哦。好，我们要下去了、哦。来了、哦，下来了、哦。其实也不用开什么灯之类的。储存点。None， 直接放火烧了你，省一下子弹也好了。我记得应该还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里是没有的。这边一个陷阱，哼哼，会不会爆啊？应该是不会吧。我们试着不拆那个陷阱看看，如果等一下 boss 战的话，可以那个啊，待会 boss 战可以直接就是啊，用它来做伤害啊，因为我觉得这里感觉待会就要打 boss 的样子。哦，这里开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干嘛啦？哪里搞？陷阱是从哪里来的？等一下，重点是这个地方。如果我碰到会怎样？哦，可以直接拆掉、啊。哦，还好我的反应快。这地上这个绳子弄到可能是直接陷阱，然后什么尖刺之类的，然后我就往生了。还好我看到。解决，还有吗？嘿嘿嘿嘿，啊，都爬出来了是怎样？也太多了吧！我等下爬过来就直接放个火，顺便一起烧掉你好了，麻烦死了。哎、欸，烧不到。算了，直接略过。哇，那个醒来是怎么回事？把你关了。哼，好笑。抱歉喽。哇，哇，你还行吗？嘿嘿嘿嘿嘿，哎，忍着点啊，开始跳 popping 了，蠢蠢欲动呢，不要这样蠢蠢欲动好吗？这也是往上爬，哇，这边有一罐呢，这个要怎么过去啊？有点想拿，不过好像过不去了，算了，还是往上走好了。我们到现在还没找到另一半的那个人头面板呢。这样子要打开中间还要花很多时间，这一关这个章节我觉得至少要一个小时，如果过得很快的话啦，至少一个小时，啊，不然没那么容易给你过关的。Hello， 水哦，鱼叉枪啊，这干嘛？嗯，空白键，嗯，他是叫我按空白键，哦，原来子弹啊，我还想说什么空白键嘞。子弹快不够了，快点啊！找到了，就是你，来哦！哦，从这里出来了。好的，放一块。Just one more.Just one more， 剩这一个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先去存个档哈，以防万一存个档先。呜，
先存哦，哥怕死啊。原来我已经玩了四个小时了，游戏好玩呢。Good morning, Tai。下一个门，我无所畏惧，我要爆冲了哦！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哦，好像没有走错路的样子，是这里吗？